那。Uh 大家好，那哥，我们是大学科系查询系统 Liebot。那我们今天在早上跟大家分享完说，我们就是做这个专案的初衷跟这个提案，希望达到什么目标以及可以解决的问题之后，我们今天下午做了就是要从哪一些确切的网站，然后哪一些资料库、政府的资源去爬呃相对应的资料下来。我们目前呃已经是做就是确定好调查，那接下来就会开始呃写程式去呃往上面去把资料爬下来。 那呃，我们今天也新增一个，就是决决决策，那就是、呃，我们原本是打算说，呃，每一次在搜寻的时候都去爬一次网络上的资料库，但是我们会希望说，让学生可以就是更快速的去呃浏览资料，因为。 当如果学生每一次在搜寻的时候，我们要去网络上再爬一次这个资讯，这样等于说对主机是一个负担，那对学生来说也是呃增加额外等待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决定的决策是因为，呃，深大学它一年才会更新一次资料，所以我们一年就只会爬一次只把网上的资料爬下来变成自己的资料库之后，那这个资料库就直接存在我们的 server 里面，不用在每一次让学生在搜寻的时候还要再去爬一次这个资料。 好，那我们会爬的资料主要都是来自政府的网站。那呃，我们前面主要有找到一个网站是，在我看一下。好，呃，这上面好像忘忘记放上来。那这个它上面的资料主要就是会是呃，学生在录申请一间大学会需要用到的资料，无论是呃，他今天会参赛的。 科目就是可能国因素，呃自然社会，或者是他参考的成绩的，到底是高顶标还是前标、均标等等。那这些资料我们都有找到，政府相关的网站是可以直接爬，也确定是能够开放让我们爬下来的资源。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 Slack 跟联络方式有在上面，然后会后的话有可以在上面继续讨论。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就是协助，好，谢谢大家。